在哪儿找到他的？在知心点。知心点？啊，知心呢？一个人都没有，不过行李和铺盖卷都在。要出事儿了！三宝，三宝，三宝！嗯嗯，哎呀！打我干什么？你跟谁喝的酒啊？跟张彦长、孟卫东。哎呦，小孩！他们人呢？人我哪知道啊？人，阁楼钥匙，阁楼钥匙，赶紧找出来！ 快找人！很简单，没了，要出大事了。栓子，你们民兵训练突发情况发的那个东西，你赶紧给我发一个。我有信号弹，但是得要大半个签字才行。哎呀，情况太紧，已来不及了。开炮！你赶紧上山把你姐夫给我找回来，快点！行，栓子，你扶好他。咱们现在必须马上封住山，这些东西十有八九都是知青拿走的。 不管他们要干什么，不能让这些炸药雷管出山，赶紧分头再去找。你走啊！有钥匙呢，你姐才喝成这样。走走走，慢点慢点慢点。拉我一下，哥。哎呀！来。 薛斌，你拉一下我们啊！傻不拉几的，我累趴下了，拉你。哎，薛斌，这路没走错吧？我跟兵爷出来打鸟，他带我走的，不会错，是鬼见愁。咱们偷炸药的事没给人知道吧？废话，我不是傻子。是信号弹。 我们可能这么快吧？真的，之前啊，村里用的响箭，后来民兵团有了信号弹，就用信号弹。之前，大岩石村跑了一地主，用的就是信号弹。没错。怕什么？等他们知道咱们到这儿了，咱们早就把任务完成了。嗯，有道理。段和武，你确定这是县里计划吧？ 那没错啊，凤凰村开会的时候说的。我亲耳听到的。同学们，黄大发都不敢做的事儿，我们敢做。我们这么做不会犯错吧？就是。哎，怎么？你们两个不想休学立功吗？当然想。想啊。那就是啊。等咱们成功了，就可以申请更艰巨的任务。 别想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，飞哥，走。哎，拉我一把，来，来，来。哎，老徐，没看错吧？藏马可不能再出事了。不会错的，林兵看这个很准确，看方位就是草王吧。那希望没什么大事儿。也别太乐观了，林兵信号弹使用条例明确写的，所以紧急安全形势，林兵部的使用信号弹。 老陈，你来吧。啊，没问题，这趟流程我们走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。好。郑队长，带着你的人守住主路口，给分局打电话通报，必要时候请求支援。是。陈晓东，有。你带人上山守岔路口小学。一小时后，那就是民兵指挥部。是。民兵一百班，向阳有专。老陈，你留守公社，我带人上草王吧。是。你们俩过来。 一半，一半，这些炸药足够掀翻一个小山头了。这孩子太不让省心了，他们到底要干什么？三宝，说什么没有？没说。哎呀，你问他有啥用啊？喝的跟醉猫一样，喝的都酒没喝过呀。我就是没喝过，孟卫东，就蹭了他爸一瓶，旁边一年多了，我就多喝了两杯。行了，都别了解了，这帮孩子不懂事儿归不懂事儿，不至于坏人家。 都想想，都问问，最近跟谁接触多，都好好问问，详细问问。
大发哥，我发现他们最近和斌泉、小黑走得很近啊，昨天还一起上山打鸟呢。斌泉，啊，斌泉，爹，过来！爹，你偷偷摸摸干什么呢？啊，你跟我说，你是不是知道志清去哪儿了？说。 有半句假话，舌头给你断了！你干嘛呀？你跟这孩子嚷嚷有什么用啊？冰泉，事关重大，你要是知道什么，就跟舅舅说。但是我答应过别人要保密，说出去就是叛徒。哎呀，我天哪！爹，我说我说，我带学兵学红去打鸟了，不是说可以打鸟吗？是四害，怎么打鸟也算大事。去哪儿打的？就是岔路口鬼门关那儿。 哎呦，笨死你得了！那边哪有鸟啊？打鸟得去西山满。闭嘴！我知道那儿没鸟，他们一鸟来我去，我根据我帮我舅舅画的图纸，指了修去改道的地方。坏了，快叫人！哎哎哎！说你这孩子，收拾你！慢慢，哎，我去把大车拉来了。好，开步，把村人都叫来。大哥，哎，书记，怎么回事？谁放了信号弹？ 我们现在怀疑知青拿炸药雷管击伤了。什么？武器弹药丢失，你知不知道这是性质问题？知道啊！你怎么知道进山了？带着兵权踩了好几天点了，我估计是想立功炸局去了。胡闹！大发，下组长被控制审查了，联合调查组纠正了下组长错误的修区改道决定。你说多好的事情，你们现在宣布。 这我也着急呀、啊，这怎么办呢？你说这帮孩子要收点声，出点事儿，怎么跟爹娘交代呀、啊？小编辑，一步迈出其他的可能。小丽，到，你立刻回公社，让陈主任发红色警报，拦截所有企图离开野庙的人。快去！是。小王，你跟我进山。三。开门，带着孩子先回去。哎，开封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人呢？哪有人？人都上渠上帮忙去了。算了，都跟我走。 你回去，哎，冰泉，赵翔，哎呀，你说这事儿吗？孟卫东，哎，这儿怎么和咱们那天看的不一样啊？肯定不一样呀、啊，咱们上次远远的看的，这次走近了看的。 要不然说这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呢。行了行了，你就别转那些文词了，开始吧。薛斌，咱们炸药放哪儿啊？啊？放。雪花，嗯，放哪里啊？我哪知道？我想想啊，不是，有你现在想的吗？你没看见信号弹吗？咱们已经被发现了。 一鼓作气，莫以成舟，咱们就是英雄。再晚了，咱们全是小偷。哎，你到底懂不懂？我怎么不懂？不是，你俩到底会不会废话？我爹就是盖房子的。那你，不是，你爹是盖房子的，和炸药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想想啊，这会盖房子是不是得会修房子？这会修房子是不是就得会拆房子？这会拆房子，保不齐就得会用炸药吗？ 不是，元超，现在打他们还是完事儿大。我不会，你就说呀，在山下口口声声说会，现在上来全傻了。谁不会呀？谁不会了？哎，我们知道打眼，知道埋药，还知道怎么引爆药管，对吧？我们还知道炸哪儿？不就是没用吗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万事开头难，过了这一关就好了。 你们两个下去帮炸药，放完赶紧回来。王亚丽，嗯，你到那边躲着去，来把炸药给他们。来，都给我。走，你们躲远点，别崩着你们。走，走。这夏组长被抓，跟咱俩有啥关系啊？废话，咋就没有关系了？ 我要是不给夏组长送钱，你能当上那妇女主任，啊？他能同意修区改道？那咋了？这又不犯法。给钱不犯法，给钱就是行贿。
这姓夏的身上的事儿多了去了，这一串就把咱俩给串进去了。那赶紧走吧。老张，你有介绍信吗？没有啊，我是去卖牛药的。你没接到通知说没有介绍信不准下山吗？没接到。赶紧回去吧。啊，小孙啊，咱们这个卡子呀一定要严查严防，但是要注意跟老乡的态度啊。知道了。老乡，有介绍信吗？没有介绍信就回去。郑所长，怎么了？情报升级，红色，草房坝那些炸药丢了。炸药丢了？啊，知道是谁干的吗？怀疑是知青。那动机呢？估计是立功心切吧。哎呀，我是真担心那些孩子们啊。炸了！主任，爆炸声。那是不是岔路口的方向？对。留三个人，其他人给我上山支援，带着担架。是。你留下，其他人跟我走。省心呐！哎呦，你别着急呀、啊！我得回去看看玲玲。不行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啊！你不趁现在赶紧走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走，跟我走，走啊！快走！哎，连长，怎么了？完了，全完了！我想我娘做的饭了，都是你们兄弟俩给害的。怎么是我们俩？安静点！不炸怎么知道？安静点！这么深呐！那我们肯定要死在这儿了。全完了，我想我娘做的菜了。都保留体力，肯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。刘超，你想想办法呀！我害怕，我想回家。别哭了，我想吃我妈做的辣子肠面。兄弟，那快走，站长站长，我先系个绳子，咱们顺着绳子往下下。马亚丽，连城，连城，亚丽，亚丽，花川，快点，马上就好。好，走，走，慢点。来，慢点，慢点。来，小心啊！慢点。慢点。袁成，亚丽，亚丽，张袁成，太邪乎了，给这鬼门关盖了个盖儿啊！大发，你说这些孩子会不会埋在这底下了？快救人吧！救人！来来来！哎呀！